关。不是啊，他跑很久都跑不出来，好奇怪。大家晚安，不是，大家午安。有看，我看到了。Hello， 天天。是啊，围巾很赞。有了吗？我的围巾。Hello， 小白。Hello， Lily。Hello， 钟零八零八。Hi， 耳机奖。Hi， 鲁鲁米。Hello， 海豚。Hi， 秀一。冠如。Hello， 子阳。刚刚一脸懵逼，不是你知道吗？因为刚刚他就是跑出，他刚刚明明就是流量很正常，网络的流量很正常，可是留言一直都没跑出来啊，下面完全没有画那个没有画面，所以我就果断的关直播重开。Hello 黄宇 ，Hello 新颖 ，Hello 观众，嗨吉川。Hello， 飞镖，等待，不是，也是他的问题。对，你错过了上次直播，谢谢小白的浪 life 应援团。怎么办？我今天没有想到什么主题。中午好，哎，黄鱼，中午好。Hello， 船长，哎，大家旁边有一个，大家名字旁边有一个勾勾，哎，好好特别啊。Hello， 小蚂蚁。Hello， 船长。有，哎，这什么啊？箭头是什么东西啊？指南针，谢谢小蚂蚁的指南针。哎，谢谢黄鱼的指向标。Hello 柠檬 ，Hello 哈利的鱼。哎，谢谢柠檬的指南针。Hello 益生菌新活动，好久不对，好久没有睡裤嘶哑了，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你好，哎，杨公公，谢谢杨公公的枫叶。Hello， 也好久没看到我了，你有想我吗？谢谢耳机奖的 kiss 啾啾，我差点迟到，没关系，我基本上也都会迟到，因为我网络很烂，所以我基本上都会迟到。午安益生菌，我今天穿 Pokey 的衣服，你看吗？这件衣服我跟显迪奇一人有一件。在网络上看到写了 Pocky， 我们就买了。哎，你到了，勇哥 ，Hello 勇哥 ，Hello 可杰宝宝 ，Hello 小雨，嗨甜心，不是阿翔，对阿翔，阿巴 ，Hello 阿巴 ，Hello 汉汉，大家有感受到我的，就是还没有开嗓的声音吗？就是比较粗的声音 ，Hello Ice。气瀑布联盟，不要气瀑布，不要生气气。Hello 勇哥，谢谢勇哥的我来签到。你要去上班了，拜拜。上班加油。我中午吃什么？我还没吃哎、欸。我早上吃了一个可颂面包。对。黑流星午安，黑流星。Hello 老张频道，谢谢老张的枫叶。谢谢黄鱼送的口红，可以给我五分钟去跟妹妹打招呼吗？好、哦，五分钟计时开始，12:10要回来，那就是吃了啊，吃了早餐还没有吃午餐，午餐还没吃，但是其实我是什么？我是9点起床，然后一直赖床，就是在床上翻滚的赖床，然后才去吃早餐。麻辣海鲜意大利面听起来好好吃哦，是汤的还是干的？是奶油口味的吗？麻辣海鲜，我气翔这是对，太多翔了。对，妹妹也有直播，妹妹也有直播，但妹妹不在这里直播。Hello 文琪，嗨阿美，好痒手。Hello 国修，你还放不下我？不行，我都还没开嗓。干的青草、哦、青草的是最考验那个餐厅的，我觉得青草是最考验餐厅功力的时候，因为其实你酱什么都很简单，可是青草就是厨师厉不厉害一下就知道。 Hello 我恰路，嗨酷洛洛，你以为是吃播？没有啊，我还没吃午餐。Hello， 我恰路，你起来就发废文，我发废文，我没有发废文，今天很早起，结果还是拖到现在，还
还没吃午餐，现在还好啊，现在十二点而已。我的通常我吃午餐都一两点才吃。对，莫里斯 ，Hello 莫里斯 ，Hello 二一大叔。啊，你说老张频道发废文，我以为你说我发废文，但我是蛮常发废文的。哎呦，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没，就是那个怎么说，有时候也是不知道要打什么文章。可是呢，我又很想打这种很有梗的文章，就是大家看了会想要会心一笑的文章，就会到两点才吃。你可以边走去边买午餐边看我的直播。对，辣台妹应援团，谢谢土豆应援辣台妹。是啊，就是废文，我哪是废文，我是那个是让你们会心一笑的文，开心的文。哎，带给你们欢乐的文，我也喜欢那种。你喜欢我的文是不是？你喜欢我的文？传统就是中午吃早餐，两三点吃午餐。没错，我们家就是一个蛮像。哎，回来了。哎，还没七分。哎，不，现在才12:07你就回来了，是不是没什么话要跟他说？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谢谢二一大叔的枫叶。我们。Hello 梦洁的豆芽 ，Hello 豆芽，好笑的废文，没错。买完午餐回来了，你午餐吃什么？就是废文，不是，至少会赚到你们的笑容，就不是废文。常发废文成员不少，对不对？不是，那个不是废文，那个是笑文，笑文，让你们笑一笑的文。思源开始唱歌了，哦，他怎么那么早就开始唱歌？他不用开嗓吗？我觉得我的嗓子现在还不能唱歌，我现在有一种很粗的音，就是一个还没嗓子还没醒的那个音。Hello， 好朋友，好朋友午安。Hello， 西奇，哎，朱莲，玉安，谢谢 Ray 的真情告白。看到废文会翻白眼怎么办？那你就留一个翻白眼的表情符号。也是一个留言，对，有留言就好。哎，我跟你们说，我最近那个，我最近很就是我们最近跟小晴跟那个小晴跟小迪聊天，然后我就说，哎，我们一天，因为有一次就是也不是有一次，就是他们两个有时候会用那个广东话聊天，就是进入一个广东话的世界里面，然后我就会在旁边就是。一点听不懂，然后我就会很想要插入他们的话题里面，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一天来学几个，一天学几个广东话的单词，搞不好我几个月之后就会讲广东话。所以我跟你们说，哎，午安，苹果猫 ，Hello， 哎，谢谢杨公公的金曲歌手选票 ，Hello， 光头杀手，最近闹直播白眼，好，翻白眼的贴纸没了。怎么这样子？这是我这边很热门的礼物哎，可以的。不吃饭，那我先开吃，请吃，请吃。Hello， 勇往直前。Hello， 志祥。所以我最近学了，我前几天学了几个词，那个，哦，有一个新的翻白眼，这个比较不可爱。谢谢苹果猫的新之光。对，我要说我那个，我要说我最近学的那个香港话，就是。广东话哦，超难学的，真的超难学。好，第一句是雷，你我他就是雷哦葵，然后阿玛阿玛就是对啊对啊。谢谢富伟哥的那什么，谢谢勇哥的带我去流浪，谢谢富伟哥的香氛蜡烛，然后谢谢，巧克力，谢谢，翻白眼变了，我以为巧克力送我一个翻白眼。谢谢富伟哥的香氛蜡烛，是啊，是夜猫，不是啦，我昨天几点睡？我昨天1点多睡。最近印度要开，对啊，我有看到那个新闻，印度哎，好难想象哦，印度的女生都蛮美的，所以好像是可以期待一下，对。是啊，去月亮之奈去流浪，好，没关系，我们就去流浪，对。我还没讲完，那个阿玛阿玛呢？还有那个就是，等一下，我也哦，谁是？等一下有点忘记了，冰博吗？冰博是谁的？就是冰博给，是这样吗？我有点忘记了，冰博给吗？然后那个。
黑逢雷就是喜欢你的意思，可是不是跟综艺雷不一样，综艺雷是口语的，然后黑逢雷是那个书面的用语，对对对。哎，冰博给是吗？哎，冰博给冰，哎，冰博给啊，随便啦，忘记了。冰博给什么？哎，还有什么？哎，好像只有这样嘞，怎么那么短啦、啊？哎，我怎么只学了这样？对，我最近好像只学了这样。对对对，哎，对我只学到哎，我不及格。对，反正呢就这样子。黑逢雷，对，香香的怎么讲？不会、欸，下次学起来是那个学一下。好，大家今天就只有这几句可以教大家了。对，还是不是？我想起来了，还有一句，还是是，然后还是不是？对，喜欢你说错，真的我说错了。那怎么说？教我一下，好难，哎，超难，超难，真的超级难，哎 ，Hello Miso， 真的超难，算了算了，这个下次再加油，就是下次再进步一点，下次再多教大家一点。大家有什么想要那个学的吗？学的，哎，那个，好，我就这样啊，反正你我他学起来就好了。雷欧葵，谢谢老师好帮忙，谢谢小白。Hello 玄米卷，教我下次可以讲给香香小听。好，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啊，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之前我就学过哦，怎么样？我海陈西牙，对吗？对吗？陈西牙，这个我之前就学过。Hello 鱼好午安，西牙。Hello 夜风明月，午安。对，你看。我厉害吧，我会说我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可以自我介绍。雷猴啊，我海陈西牙，我中意雷啊，对，陈西牙。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广东话一日广东话小教室就在这边下课了，谢谢小白的掌声鼓励。 Hello 强森， Hello 雨滴，雨滴结束了吗？结束了，不好意思，就只有这几个单字可以教大家。对，下次会更进步。哦，对，猴腮雷，我会说猴腮雷啊，猴啊，猴就是不好意思，猴啊，对，香香的是啊，好，这可以去问一下。啦啦啦。下课，哎，不是啊，你们也不是很期待这个单元吧？你们大家也没有很期待这个单元。我昨天说仓鼠汉你是好身材，被阳光说我是色狼。对，我们都是好身材。Hello 芊芊老师，下课了，等一下下一堂课马上开始了，大家可以休息十分钟。Hello 土杰。Hello 阿巴 ，Hello 峰峰，毕竟你没有什么单元，哎，对我是没有什么单元，哎呦，就是呢，每次我只要想个单元，很快就会结束了。Hello 花生糖 ，Hello 正红，翘课，好啊，翘课，去网咖玩。老师再见，哎，对啊，老师再见，小朋友再见，哎。我要打那篇文的时候，我这边一直想说，会不会你们不讲这个，然后我打出去都没有人，就是都没有人知道要回什么，就会很尴尬。但幸好就是大家都知道，而且那个阿潘有来帮我回，就是幸好阿潘有来帮我带风向，不然我实在很担心那个大家听不懂我的梗。Hello 坤坤，这边很有梗是不是？玛利亚真的可以吗？但是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答案，就是也是不错的，就是还不错。LKK 古文，你不知道？对啊，你不知道小学的时候放学就是大家要走出去，那个大家要在那个教室外面排队，然后排了之后点名嘛，就是那小学的时候放学会分很多小队，就是譬如说我是走后门回家，然后。有些人是走前门回家，有些人是走去捷运站的那种，会分很多小队。
然后还会拿着那个旗子，有一个人会拿着旗子引导大家，就是走，就是他会走在最前面，然后点完名，就是在那个教室外面点完名之后，就要一起说，班长就要一起说，老师再见，小朋友再见，大家明天见，这种，然后讲完就可以回家，对。但后来好像都会乱改，对。陆队旗没错，就是那种东西类似，我忘记那叫什么名字了。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旗子，我是其中一个小队的队长，然后我会拿着那个红色，我的旗子是红色的。然后以前就是小学的时候，觉得可以当上那个小队长很威风，就是拿着那个旗子走在正前面。对，我去麦当那边打个招呼，好啊，是吗？我们新加坡没有，对，可是台湾小学都。哎，台湾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小学。谢谢 X 的真情告白，可能是只有我们的小学是这样。Hello 信平，谢谢叶远叉成的口红，粉丝跟思雅同一个世代，没错，真的。以后我可以更尽情的玩我那个各种我想玩的梗。Hello 雨晴神推写小板帽拿陆瑞奇，没有，你知道小学不是写小板帽。小学是那种很像渔夫帽的帽子，有没有？然后很可爱，黄色的，就是黄色，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就是很可爱。小学是很可爱的帽子，对。老师用陆队旗打手心，我们老师不会啦，我们女生是圆帽，对，我们老师不会。那我真的拜拜睡觉去，你要去睡觉了。你昨天没睡吗？可以谈同学下吧。谢谢勇哥的真情告白。Hello 小明 ，Hello 国栋九号。是未来。终于碰到没有代沟的成员，对不对 ，Miso？ 来我这边，放心，我们可以畅聊，促膝长谈，畅聊很久。哎，小五哥，午安。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Hello 和景喵喵 ，Hello 企鹅，对，放心。一家说香香的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很开心啊，我跟一家说，我非常喜欢别人被别人称赞我很香。对对对，我就是喜欢很就是喷那个香香的。对，时光隧道，谢谢阳光的口红。你现在是午休时间哦，对哈，好，拜拜，去午休。Hello 杨公公，谢谢杨公公的口红。Hello 翔大大，午安企鹅，谢谢苹果妈的真情告白。香香是啊，拜拜拜拜。可是一家描述的超米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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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出看不出来你要打什么，就先预想你在称赞我好了。谢谢正红的玫瑰 ，Hello Mark， 只有这里是老人台，对，这里是老人台。这里喜欢聊复古话题。Hello， 浩浩。Hello， 嗨流星。谢谢 Miso 的看好你哦，跟玫瑰。Hello， 小叶。Hello， 阿卢。一直想着你哦。你有我有留 IG 讯息，有我有看到了，我今天有看到了。希望你可以一直陪着我。还流星 ，Hello 海豚，谢谢你了，看好你哦。我的米米是说一家，你的米米是说一家，啊，看不懂，看不懂，你的米米是你打出来的米米还是？哎，等一下，我头发好蓬啊，头发太蓬了。Hello 阿元。Hello 黑哥，没事，不用理我，不用理你。我头发太蓬了，我。要出门去健身了，才当完兵，要马上加入健身的行列吗？这蓬的很美，真的吗？好好好，那我就这样，既然小五哥都这么说了，就给他蓬吧。谢谢黑流星的指南针，松狮雅。谢谢信婷的真情告白，很居家写实，对啊，这就是平常的我，就是你知道，没怎么整理的我，是啊，
谢小白的贵族玫瑰，恭喜小白中了十倍，谢谢 Ray 的啾啾娘。啊，刘海好长啊！谢谢企鹅的心之冠，谢谢企鹅的心之冠。昨天晚上回顾我们泰国演唱会，怎么样？怎么样？好看吗？应该蛮好看的吧，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蛮不错的一个演唱会。对，丢不到五号的水锤，什么意思？丢不到五号？哦，你说你玩那个夏日祭典摊位，丢不到五号？是啊，一直都很美，谢谢。哎，艾斯回来了，艾斯打完招呼回来了。当在大陆直播。啊，那时候你在大陆，你在哦，你用看直播的看演唱会。Hello Martin，Hello 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的枫叶。午安 Martin， 一直美丽，一直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不行啊，我还没开嗓，不能唱歌，唱不了歌。那我们就先那个蒙面。这样我可以去选那个印度 48。谢谢小白的贵族荧光棒。Hello 色狼 ，Hello。哎，鱼尾狮 ，Hello， 阿亚布亚娜，你也去打个招呼。好，你先走了，拜拜，海里的鱼，钓场是对，德里 48，After Rain 那时候的衣服。哎，我们那时候穿什么衣服啊？格子的。谢谢杨公公的荧光棒。玛利亚也要移籍印度48，不行，我不能移籍印度48，因为我觉得印度话好像还蛮难学。哎、欸，印度话什么？印度？对啊，他们说英文，可是他们说英文吧，可是他们又会有自己的方言什么的。对，对，谢谢朱莉安续费一个月。十月去台湾的假已经批准了。恭喜！几号？十月几号？大卫布莱丁，你好 ，TSKESTP， 谢谢朱莉恩的口红。英文跟日本有的拼，他们说的英文都有印度腔，对不对？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看印度的电影，对，巨影，午安巨影，印度腔，对，就是会有，就是糊在一起，然后有英文印度口音，谢谢。新颖的喝牛奶，嗨，大卫布莱丁，印度是英文，对 ，T， 谢谢 T S K 的枫叶，先把日本学好，再开始印度文。开 A K B 48 Asia Festival， 哎，其实这样还不错，如果可以去各地开那个 Asia Festival， 就可以去各地玩了。虽然说上次去泰国的那个 Asia Festival 没有什么玩到泰国，就是只观光到了泰国的 7-Eleven。 对，10月11日会到桃园，你来几天啊？实验室的印度同学，哦，你实验室有印度同学哦，好酷哦。他会说中文吗？不行，他说英文。 Hello 子阳，哎，子阳刚刚来过。 Hello Luca， 谢谢杨公公的粉饼，泰国 7-Eleven 很好买。对，泰国是没有，我觉得泰国 7-Eleven 就是，我就很害怕买到我不敢吃的东西。十天哇，你要来十天，好长哦，好开心哦，十天呢，十天呢，我从来没有去一个地方玩超过十天呢，好想去一个地方玩超过十天。印度人的英文文法蛮强的，我觉得印度人其实讲英文很厉害，可是只是他们有他们的腔调而已，对。不敢吃的东西，对啊，因为我不太敢吃，我泰国有些东西我不太敢吃，就是像那个泰国米我不敢吃，然后鱼露的酱什么鱼露酱那些我也不太敢吃，对。
你上个月去日本去了16天，为什么你都可以放很长的假？终于边吃螺蛳粉，你去吃了螺蛳粉，螺蛳粉好吃吗？怎么样？你有加很多辣椒吗？泰国米，我不敢吃泰国米，对，就是我不敢吃，因为我觉得泰国米有一个很奇妙的味道，我就没办法吃下去，对，我就是吃不下去。脸书跳回顾，发现昨天你们回名古屋回来1周年。对啊，哎，我昨天我其实有发，我之前我不是发了一个那个限时是纪念那个1年的那个吗？哦，我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了，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老了。我去年去日本玩1年，为什么你们可以去日本玩1年？谢谢可杰宝宝的枫叶。第一餐吃太辣不太好，真的，我跟你说，我真的也不建议你第一餐吃很辣。你第一餐吃很辣，你今天会肚子痛，所以不要吃太辣。香港人都爱吃泰国米，真的假的？哎，午安泽川，泽川午安。Hello， 幽灵列车，谁老了？你才17岁，好吧，我18岁，我大你1岁。谢谢益生菌的皇冠。我8月要去日本，只有5天，我也差不多就是去日本玩，我最长去过好像7天，7天已经超长了，对，因为出去了广岛跟冈山玩1周。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去这么长？夜班保全哥，保全哥你好，我喜欢你，谢谢你的真情告白。哎，幽灵列车午安，去过日本9天，我去过最长是8天，然后那个8天是去那个关西玩，所以我去了，大阪、京都、神户、奈良，对，反正我就去了这些地方。第一次去日本就去9天，为什么你们大家都可以去这么长的假期？无外。听说快乐崇拜10月要来台湾，真的？冈山是晴天之国，不下雨。我去的时候狂风暴雨，那你就是雨男，你就是传说中的雨男。Hello Ben， 1年刚好有20几天，你的假1年刚好20几天，一年有20几天，是多出来的假吗？还是是？哎，那你们周休二日吗？后来反倒都是2天3天。啊，其实我懂，就是如果你那个日本去太多次之后，其实你就渐渐可以不用去那么长，因为像我最近就是很想要考，不是考验，就是很想要挑战一件事情，就是去日本1天来回。可是我觉得真的好像很累，可是我觉得太累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譬如说你不要你。你譬如说你坐很早的飞机，七点到日本开始玩，先去吃个东西，然后逛个街，再吃个东西，再逛个街，再吃个东西，再逛个街，然后一天结束之后，你再坐那个晚上十点十一点的飞机回来台湾，不觉得感觉很棒吗？对啊，一日生活圈，这是我蛮想要挑战的事情。但我有揪我妹挑战，但她还没有答应我。对，1天来回真的很累，所以你就是那个在飞机上感觉一定要睡觉。你为了 TP 取消每年安排日本行，哇，感动感动！希望我们有更多活动可以让你跟我们见面。划船到与那国岛一日来回，划船呢、欸？你划船感觉要划很久哎、欸。先前有人特地跑去日本买一罐牛奶，什么？他是钱太多是不是？以前有玩过澳门的话，可是澳门感觉只能去赌博哎、欸。澳门可以玩，澳门就是赌场跟那个有一个不是有个牌坊还是什么的。我之前看别人去澳门玩，就是去这几个地方，对，很棒，但是很贵。可是你不用付住宿费哎，如果你这样子省去住宿啊，可是机票钱是差不多，对，
大三八哦，对，大三八牌坊，星系一日特工只买了一包米，是因为米太好吃了，然后就去买一包米就回来，太浪费了。我如果去日本只去一天，我一定拼死拼活也要就是去逛街跟买东西，还有吃东西，那个吃那个蛋，吃甜点蛋糕，然后那个还有什么我想吃的，烧肉，还有寿司，对，我最想吃这几个。如果让你们选一天去日本，你们一定要吃的东西是什么？哎，一定要吃的餐厅是什么？快点快点，推荐我一下，快点。拉面、火锅，火锅还好，火锅台湾的比较好吃。对，炸牛排，我之前去日本有想要去吃炸牛排，结果我去的时候，那个炸牛排店排超级多人。我觉得日本人其实蛮厉害的，就是他们排队都可以排超久。他们真的，如果有那么一天会下去一日特工，可是我好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让你一日特工烤牛舌。哦，对，牛舌饭很好吃。中本拉面我还没有吃过，但是我听说很好吃。倒马吉，我跟你说，那一间马吉店真的很好吃，我没有骗你，你一定要去吃那间马吉店。而且我那时候去买的时候，它是刚倒好，所以它是热的，那个马吉是热的，超级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马吉，真的真的。和牛跟寿喜烧，和牛我蛮想吃的，可是寿喜烧的话，寿喜烧我没有办法吃很多，因为我不是一个可以吃很多肉的人。对，韩太郎寿司没有吃过，韩太郎寿司，但是我牛舌我也觉得很好吃。餐厅分享一天吃六餐，吃了三天，一天吃六餐，哎，你会肥死。苗栗麻薯饼，哈，我没有吃过苗栗，有，我有吃过苗栗的麻薯，我自己倒的，我跟你们说，那绝对是奈良的比较好吃，绝对是奈良的好吃。对，谢谢杨公公的荧光棒，吃寿喜烧，谢谢勇哥的托托你。对，我吃寿喜烧套餐就够，因为寿喜烧的套餐就是那个肉也没有那个压力，就是不用一直，就是如果你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寿喜烧，你就会觉得你要一直点肉才会划算，就是觉得哦不行，我一定要吃，就是我一定要吃够本，就是不要浪费的心态。可问题是我每次都没办法吃这么多。对，乌龙派出所拍摄点我还没去过，苗栗加太多水。等一下我看一下，之前去奈良没吃，现在想好后悔。我跟你说真的很好吃，你下次真的要去吃，下次你有机会的话要去吃一下。对，等等就去吃寿喜烧。好哦，寿喜烧不要吃太多哦，很咸哦，那个重口味哦。谢谢杨公公的粉笔，这什么歌没有唱歌，晚餐推荐，不是，这个是考题。如果你今天要去日本一日来回的话，你会吃哪一间店？你会选哪一间店来吃？这就是给我参考依据。因为呢，我就是想要挑战那个日本一日来回。我真的可以挑战看看嘞！我真的可以挑战看看。如果十天一直在台北，会不会闷死？我觉得如果你来十天，你可以去一下台中之类的吧，因为坐火车应该也蛮快的，所以感觉可以去台中一下。可是高雄什么就好像有一点远，可是其实时间也是有时间的玩法，还是可以玩得很开心。对花东，可是。我不知道哎，可是看你怎么玩。你想要玩那种，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去出国旅游是，有时候斗志满满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我要去遍所有我想去的景点，跟有时候是那种想要好好放松的那一种。像有时候跟不同朋友去就有不同的那个嘛。像我以前跟就是也是偏就是
想要就是看很多景点的朋友一起去日本的话，我们就会排很多行程，就是迪士尼啊什么什么，就是 女生嘛，就迪士尼什么什么什么。那可是如果像我之前跟其就是另一种就是比较喜欢买东西的朋友的话，我们就是会在饭店一起睡到自然醒，然后才出门吃东西，然后再去买东西。就是每个人的每个习性不一样。男生也会去迪士尼？真的吗？你们男生也会去迪士尼？我说，你们男生也会去迪士尼哦？真的？其实台湾最南端到台北才两小时多。对啊，台湾没有那么大，你一个人也是可以玩得很开心的。好，男生真的会去迪士尼？我真的是你们自己去哦？你们一个人去哦？你们？一群人也去哦，真的？我以为迪士尼只有女生想去哎，但我也不知道啊。你们真的啊？环球我懂，环球影城我懂，因为环球影城的那个不是都很多电影吗？感觉很适合男生。但迪士尼我没有想到男生会想去迪士尼，一群人都会，一个人去很空虚。不会，你可以找那个工作人员帮你拍照，听说工作人员拍照技术都很好。迪士尼，对啊，迪士尼是真的还不错，就是你知道，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台湾没有这种游乐园，就是像环球也是，就是一进去那个世界就会觉得哇的那种感觉，台湾还没有这种游乐园。对，一个人去比较好排队。哎，我真的，我跟你说，我之前去迪士尼，我查资料的时候，很多就是。我查那个攻略，别人那个提供的攻略，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就是通常都是两个人一组去玩，然后有些设施就会多一个位置或什么，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一个人，你就可以直接去，就是你不用跟着一群人排队，你就可以先坐那个设施，所以一个人就是排队比较快。对，哦，对，可以去。香港跟上海，哦，对，我还没有去过香港跟上海的迪士尼。Single Rider， 对 ，Single Rider， 对，你们这不愧大家都是迪士尼通，很好。哎，那你们去迪士尼都去那个海洋还是陆地啊？你们是去 Land 还是 Sea？边缘人通道，那我们边缘人通道我们可以一起去排那个通道，哎。大家一起走向边缘人通道。Hello， 人好。只有部分设施有哦， oh， 只有部分设施有。我不知道，我都是，其实我去迪士尼没有玩到很多设施哎。我去迪士尼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迪士尼好大，然后又很冷，你们就每次风很大就很冷，所以我去迪士尼的时候就很累，很容易很累。就是没办法排队，就是哎，可能是我很懒吧。对，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个少女心，差点睡着，后来想到思雅，谢谢。哎，不是啊，现在才12:40，男生去迪士尼很奇怪吗？没有，我只是没有想到，原来男生也会想去迪士尼。台中捷运在运转，以后来台中可以搭捷运，哎，不错啊，这样很好。没路说比较喜欢去 C， 所以我第一次是去 C， 我没有去过 Land， 我只去过 C， 就还蛮可惜，我也还蛮想去那个 Land。Hello 大健 ，TNTP 活动都是周末吗？如果是就好办。对啊，基本上都是周末。对啊，因为大家才有空啊。对，基本上都会在周末，但是我也不能保证，但我希望都在周末。对，希望你来的10天，一定有一天有可以有见面的机会。对，星战漫威还有一堆童年，别再调侃我们高雄人了。我调侃了没有啊？我很喜欢去很多女孩子的地方。哎，你们对我都没想到哎。我跟你们说，我有一次去迪士尼，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是跟那个我妹跟王欣一起去，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那种少女心，就是我们就是特意去买那个日本高中制服，然后我们穿着制服一起去迪士尼玩，
觉得非常清纯，超级清纯。Hello， 西欧哥嘛，对，看高中制服，我们觉得这样是非常青春的回忆。而且你不就是，你知道就是在迪士尼，你不管穿怎么样，都不会觉得，你都不会觉得害羞，你都会觉得那哦很合理很正常。就是在迪士尼的世界里，怎么样就都敢，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感觉。对，就是一个对，再羞耻都没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如果想要穿高中制服的话，可以去迪士尼体验看看，因为超多人穿高中制服的，真的超多人穿高中制服。对，梦想的国度，没错，好想去哦。那还是我一日来回去日本，一日来回去迪士尼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对啊，上次去迪士尼买礼物给你，谢谢瑞。男生也穿，哎，男生有穿吗？我忘记了，我想一下，我那时候去，我忘记了，我好像都看到女生穿呢。我哦，但是我要跟你们说，那个迪士尼的。我在迪士尼常常会看到一个蛮温馨的画面，就是一家人就是会一起去买迪士尼出的 T 恤，然后他们一家人就会马上买了之后换上那个 T 恤，就是可能是很多米奇啊，很多米妮的，然后他们就会一家人这样走在路上，那个走在乐园的路上，我就觉得哇，好温馨的画面。对，我觉得是非这个真的是很温馨。男生制服没有特别好看。哦，对，男生制服就是衬衫而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在夏雅的歌单里吗？在啊，在我的歌单里，但是就是我是走一个随机播放的那个随机播放的流程，就是看他会不会播到。对，很多人都会这样，去那边一定会有那些配件。对啊，那个配件虽然很贵，就是那个头饰上面那些很多那个，还有爆米花筒也很贵，就是。完全就是买了然后不知道回来可以干嘛的东西，但是你在那边看到每个人就是脖子上背一个，你就会觉得我也想买，就是你在迪士尼的世界里就会觉得什么都可以买，就是很容易一不小心花了很多钱。我跟你们说，我之前去迪士尼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就是它是白雪公主的围裙，然后它是妈妈煮饭的时候可以穿的那个围裙，可是它设计成白雪公主的样式，超级好看。我差一点很想买，然后那被我妹还是谁，还是王星，我忘记了，就被他们阻止了。他们觉得那个买了没有用，就叫我不要买，所以我最后就没有买了。我现在很后悔，我现在手机里还有存着那一张照片，我真的好想买那个东西。但后来想想，好像也对，我不会煮饭，对，我不煮饭，对，我不煮饭，好像也不会穿到，我没有任何需要穿围裙的时候，所以呢，我就觉得算了，好像没买也是对的，不然它就会躺在衣柜里，对，当下会失心疯，回到饭店就会怀疑自己怎么买这东西，对，而且我超爱买杯子，我是一个很爱买杯子的人，直播穿。那时候还没有直播吧？对，那时候还没有直播。哎，好想去哦！当下就要买，就像哎，你们不可以这样啊！好想去哦！你们这样会让我觉得不对，我这是错了，我应该要去买。买了就会学煮菜，不会买了，搞不好就是给我妈妈穿了。但我妈妈也不煮饭，对。你去隔壁骂思源，帮我骂一下。你穿，你煮饭给你穿，我给你穿。你们敢穿吗？哎。我跟你说，哎，我要揪我妹去一日迪士尼，你们觉得她会同意吗？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很开心。先买那个凌晨三点的联航机票，然后七点到日本，七点到日本之后，马上坐那个车到那个迪士尼，然后开始玩，然后玩到七点好了，不要。玩到八点，不要七点就好。玩到七点之后，然后回去吃个烧肉，吃个烧肉之后再去机场，然后再坐飞机回来，怎么样？这个行程，各位日本旅游达人们，你们觉得这个行程怎么样 ？Hello， 超哥，你下次去上海的时候带我去迪士尼，好，
他会说你最好这么无聊，不会，跟你说他也很想去迪士尼，搭机场巴士，哎，机场巴士不错，因为可以在上面睡觉，然后睡一觉就到，你请客他一定同意。我没有钱，没有钱请客，要封你自己去封，我也没那么想要封。你小白说可以，小白说可以，为什么要这么赶？因为没什么，没办法请到两三天的假。可以，哎，搞不好可以，我想一下。不是啊，就是我就是很想挑战，我就是很想完成那个人生的一个挑战，就是一日来回日本的这种挑战。但其实好像是，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集《时尚玩家》，就是莎莎她就是挑战这个一日来回生活圈。然后呢，我记得我看到就觉得超级想去，可是我记得她最后的心得是，她说她觉得就是还是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所以我觉得超好笑的，就是。他因为莎莎一开始出发的时候跟我一样自信，就是不是自信，期待值满满，就是好，我们要来挑战一日生活圈什么的，人生的一个记录什么这种感觉。结果他最后回来录心得，就说他以后不会再这样子。对，两天会，你有看过那期是吧？海豚两天，可是莎莎那一集都是在买东西吃东西，买东西吃东西。但如果我要去迪士尼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两天一夜，毕竟迪士尼一天，然后还是要购物跟吃啊。叫你自己一日来回，他居然说：“哎，他怎么那么坏？不行，这样对我，他不可以这样对我。要么就要一起去，一起回来。我们是一体的。香港、冲绳可以，东京太浪费。可是冲绳我不会开车，我就会觉得我不太适合去冲绳，因为很累。他又没去过，他怎么知道很累？你们快跟他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累？要人要趁年轻的时候冲一把，趁我们现在还年轻还有体力的时候，快点快点跟他说，跟他说，大家帮我跟他说一下，谢谢。哎，那我来问一下大家有什么那个推荐的那个联航好了，大家都坐哪一间联航？光想就累爆。我跟你说，你看，如果我拍成 vlog， 你们一定会看啊，这么有趣的 vlog， 大家不看可以不看吗？不行，到时候出来大家一定都会看，然后大家一定都会觉得啊，是啊，真的太热血，你们就会被我那个被我的热情感染到，你们就会又觉得人生充满希望，然后也去日本一日特工，对，跟公司提案，公司应该不会理我这个疯子。对，香草，可是香草不是跟乐淘合并了吗？当下最便宜的那些，谢谢小白的掌声鼓励。乐淘不是，乐淘跟香草不是变成同一间？九妹的一日日本超累，一边拍很难玩，没关系，叫诗源拍我就好。诗源是摄影师，其实只是为了要有摄影师而已，所以诗源长进，然后拍我，这样就可以了。对，他已经不年轻了。他不年轻，他很年轻，好不好？一日好玩要有冲动，是不是？小五哥，我们的血是热的，其他人的血都是冷的，也就算合并。思源的血也是冷的，我好坏？不是啊，我们就需要一个，你知道，我也会帮他拍一些漂亮的照片的。去迪士尼嘛，我一定也会帮他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但主要就是希望他可以帮我拍很多影片，对。当两位的翻译，可是你已经请假十天要来台湾了耶！恭喜我 QQ， 小五哥都不去日本，他冷了，他对日本冷了。哎呀，这像日本天气应该蛮热的。同上，你不想去日本，我只回越南。也对，我还会去，小五哥还会去。Hello 玉安 ，Hello 玉超，和漂亮的工具人，凉了，凉了。你们的血都是凉的，冷的。虎航好像也会有便宜。其实我以前跟我妹去日本的时候坐过，有一个航空是什么？有一个熊的是什么？倒，就是现在倒了的那个。我忘记了，
你们还记得吗？乐淘两人八折，什么？等一下马上去买机票。乐淘两个人八折，真的假的？威航啊，对，威航，我跟我妹以前坐过威航，然后被你们两姐妹笑死。不要，我们正在做一个厉害的企划。我以前坐过威航，我认真说，那时候我坐威航之后，我觉得威航很棒，就是我坐完觉得威航是我坐过最棒的，也不是最棒，最有趣的廉价航联航。像我有坐过乐淘、香草、捷星，几乎都有坐过，就是有飞日本，我几乎都有坐过。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威航很有趣，就是，他们还会那个他们那个吉祥物吗？就是一个熊，然后他们还会就是空姐会抱着那个熊走秀哦，他们空姐都会走秀，然后空姐还会抱着那个熊走秀，然后问你要不要跟那个熊拍照什么的，就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对，乐淘要小心，系统无预警砍单，真的我不知道，逢低买进。反正我觉得威航蛮有趣，结果没想到那时候我们做完觉得，下次谢谢泽川的华丽登场。哦，这什么新衣服吗？新衣服。然后那个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威航好棒哦，我们下次都做威航好了。结果殊不知做了不久他就倒了，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两个是多衰啊，就是带衰的体质。谢谢杨哥哥的掌声鼓励 ，Hello 纳董，对，好了，反正我现在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两日特工含迪士尼，二日特工含迪士尼，请大家敬请期待。如果诗源够配合的话，如果诗源真的不想的话，我就去问小迪要不要跟我去。可是我觉得小迪会累爆。可是我觉得显迪机会跟我去，我真的觉得显迪机会跟我去。那我找显迪机去好了，不要找我妹了，我找显迪机去。我跟你说，显迪机一定会跟我去，因为他想要去迪士尼。等一下，我现在是阿贝桑绝对不会跟我去啊，日本呢，他怎么会想跟我去两日来回？为什么？因为显迪机想要去迪士尼，釜山加福冈。釜山一个韩国一个日本的，可以这样子玩哦？怎么玩？我想蛮想去釜山的，因为听说釜山就是还蛮美的。对，你陪我去，你们都很想陪我去，我知道。可是不然我开团，大家跟我一起去好。两天我会倒在路边，你会累到倒在路边。所以说自己去的选项不行啦，我是不敢自己去的人。其实我在这方面还蛮逊的，就是。我不敢自己吃，自己看电影跟自己在外面吃饭，就是我不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成熟独立的人，我真的是一个成熟独立的人。可是在这方面我就是还蛮逊，就是我会宁愿就是买回家吃，也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对，谢亚当领队带队啊，大家要听我的话哦，行程跟我走，我说几点出发就几点出发。大家不可以赖床，几点结束这个行程，几点就结束。对，上次越南6000哦，6000，其实最近去越南还蛮那个，还蛮夯的，就是最近听说越南有很多漂亮的景点。对，我会害羞，对，我会害羞，我不太敢自己出去，自己住自己回来，但是都遇到小五哥。你们是什么关系吗？还是小五哥偷偷跟着你？不能赖床，对，不能赖床，绝对不能赖床。这样就不去台湾，不行，你要去台湾，你要来台湾，不行，你不能报名这一团，因为你要来台湾。对，越南很多漂亮姐，对啊，越南有 SGO48。他们每个人都长得蛮美的，对。漂流的深渊，你好 ，Hello， 恩恩，乐淘3000万人感谢进，今天12点开卖，那不是已经卖完了？什么？我现在立马来看一下，你们可以吗？允许我这么做吗？我可以边直播边查联航机票吗？
大家可以同意我这么做吗？大家可以吗？十元小弟绝对不会答应，小弟绝对会答应的。天天，你们大家同意我这么做？我查一下几秒。哦，是晚上十二点哦，是晚上十二点还是现在？今天晚上十二点。那我要怎么准备？可是我又不一定抢得到。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来看一下多少钱啊？是什么折扣啊？有折扣码吗？什么？明天就要出发？不行，我明天不能出发。等一下，先问要跟你一起去的人啊，不就小迪或陈思远，就其中一个选一，两个人选啊。谁有一定抢得到的？没有，抢不到吧？等一下，我看一下乐桃航空。已经想好要去了吗？没有啊，这是一个冲动。可是我想一下，依照之前抢虎航的经验都是秒杀。对啊，其实我本人从来没有抢过，我本人从来没有抢到机票，就是联航的机票过，从来没有。虽然我对这个没有什么那个，我对这个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到底有多便宜这件事，立刻出发。我要先看什么日期可以啊？等一下，我想一下。我妹真的不跟我去哦？你们可以再问我，帮我问她一次吗？她真的不跟我去哦？她真的不考虑吗？再考虑一下嘛。很久没去迪士尼了，再考虑一下。抢到就去，反正便宜。主播是不是冲动派？主播是冲动派，主播超级冲动，主播是一个非常冲动人。哎，试用日期是7月2号到10月26号，7月2号就开始了。我爸妈太累了啦，我爸妈去的话他们会累死，一天去日本太浪费了。不行啊，就是那两天嘛，两天。天天，你跟他说两天。Hello 志宏 ，Hello 俊宏。Hello， 小偷儿笨笨，我刚刚那差点念成鱼儿笨笨。Yes， 午安。Hello， 宝宝。Hello， 耀南。Hello， 慧香。Hello， 小鱼婷。都大华信。午安，志宏。迪士尼冲冲冲，要去吃寿司之神吗？寿司之神没有吃不到吧？那个不是感觉都是要定位的。就是没有办法，那个没有办法说去就去。你也要去决定吃饭。阿美觉得这场闹剧看不下去了，要去吃饭。等等，你们明明就在旁边，可以不是啊？我在直播，我不能动。他在直播，他可以，他不能动。对，要做迪士尼饭店啊、哦，这样子很贵耶，这个预算会攀高耶。迪士尼饭店一晚要多少钱啊？这预算会攀，表示他要住迪士尼饭店。有人住过迪士尼饭店吗？有没有人住过？这个预算会很高哎、欸。等一下 ，Hello 小僵尸啊！现在又是红包的时刻了，但又在大家都在抢红包，冲过去说我们去迪士尼。不行，我不能出现在他的那里，他不能出现在我那里。订了机票之后突然有工作怎么办？所以只能订那个很靠近的日期，就是确定没有工作的日期，就是这种。一两个礼拜以内的，对，所以说最保险就是去个两天三天就好，没有最保险就是去一天，绝对不会有事情。对，谢谢影天使的枫叶，谢谢玄米卷的枫叶，谢谢燕尾的枫叶，谢谢左翼的十大说思源说他不去，为什么十大再次强调一次不去，除非有人要找他代购东西，你们快点找他代购东西啊！各位粉丝们，泽村，谢谢泽村的麦克风，大家快点代购起来，有没有想买迪士尼的东西？快点去找思源。哎，不行啊，我们去是去玩的，不是去代购的。我们去是为了享受热血的青春，不是为了那些，不是为了其他事情。你叫他不要这么那个，不要这么那个商业，不要这么商业。我们是为了热血的青春去的。写下人生无法忘记的记录，对，谢谢勇哥的大声说爱你，享受买东西，对啊，要不然住迪士尼饭店啊，多少钱？怎么多少钱？虽然比较实际，行李都不够，是能带多少？
加买行李，加买行李额度，买个20公斤。对 ，Hello 番薯妹 ，Hello 忍者，假装小李 ，Hello 小伟，哎呦按到了，哎呦，歌被我切掉了。钱不够不能出国，对啊，我也很穷。哎，太大声！嗯，为什么播不起来？好了，好了。谢谢龙骑士的真情告白。哎，网络不稳。心声，差点倒了我的台，好可怕。好了好了，没事没事。Hello， 恶魔龙少，天天的卤蛋糕，我也是不够钱，要找人打麻将，打麻将会赢吗？谢谢龙骑士的学生赞，云儿抱章鱼哥，章鱼哥午安。哎，这首歌不太会唱，换一首歌。哎，按到了。哎，好。谢谢嘉阳的口红。章鱼哥，章鱼哥好。差不多5000，哎，可是没有人一直赢的，你要小心。对啊，不要那个，不要太那个哦。虽然我也希望你可以一直赢。今天下来的主题是什么？今天下，谢谢朱莉安的新之冠。今天下来的主题是一日特工日本行，到底要不要去？谢谢龙骑士的告白气球。虽然说小心我就不打，不是，我跟你说，这是以我的经历来说，就是，你知道打麻将真的运气重要。心动了，泪掉下了，不是我想太多，只是想所有太多。你曾经爱过我，可是到最后你却选择不对我说。我到底何都说，相信你也曾经听说过。一日特工，对。大家觉得有什么建议吗？一日特工。爱过那一年，你没说那些话，是否已经对其他女生说？时间看开了，不是赢就是输，没错，一定时常就是有输有赢的。对，爱都魔吞，又到了红包时间，红包时间。唱个歌，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他已经开始查乐淘机票了。你看吧，我跟你们说一个秘密，其实我妹很好煽动，通常每次都是我轻易我煽动了一下她，她就会变得很想去，然后她就会就是开始就是研究的人，就我妹非常好煽动，对。其实我只要帮她构筑美好的回忆，跟她说啊，迪士尼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这个，你看那个爆米花桶，什么什么什么，而且我们迪士尼怎样怎样，其实我只要讲一讲，她就会被我煽动，对，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煽动。
我只要负责诉说营造美好的气氛就可以了。对，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如果在你这年纪会冲，是不是龙骑士人要热血一波，对不对？阿潘表示，阿潘，阿潘来了吗？嗨，阿潘，不愧是啊，是不是黄鱼？生气故意闹脾气，你的紧张在意，让我觉得安心。从你某个角度，我总看见自己。到底你懂我？其实我本来就想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那个不一样，那个是真心诚意的在说，这两件事情不一样。想变成你的样，身体里，哦，好好看看在你心里，哦，你有多么宝贝。网络不稳，是不是卡了呀？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尤其是的真情告白，现在是正常的还是很卡？是不是有点卡？嗯，好像有点卡，网络不稳。教室员先不要查乐淘好不好？教室员不要查乐淘，浪费我的网络流量。谢谢小白的贵族荧光棒。怎么很卡哎？怎么办？网络不够用，请支援先不要查乐淘机票，谢谢。满卡哦，不要卡。好了吧，回来了吗？嗨，谢谢泽川的带我去流浪，谢谢。于是你开始冷淡，我也问只问自己该怎么办。我要自己去五天，他怎么可能自己去啊？他才不敢。遗憾，千万不要再不以为然。我的生活已经混乱，我宁愿自己去也不要跟你去。屁啦，跟我去啦。这是我最后最美最真最心碎的留言，哦，爱我好吗？我愿意让伤心再来一遍，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哪怕是在你心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爱我好吗？我愿意让伤心再来一遍，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哪怕是在你心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以为是爱我别走，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诗雅和诗远的份来找我。谢谢勇哥，勇哥赞赞。你知道我的意
生活已经缓慢，到处漂流却始终靠不了岸，这是我最后最美。 Hello waiter， Hello 爽爽猫， Hello Nia，爱我好吗？我愿意让伤心再来一遍，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哪怕是在你心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要你注意，不要临时有工作。哎呦，哎，临时有工作回不来，不会啊，临时有工作就要赶快回来。哎，让伤心再来一遍，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哪怕是在你心中。被忽略的角落，有工作变成半日特工，没错。如果本来是两日特工，有工作变一日特工，再有工作就是半日特工。对，那是什么？那是皮带，皮带可以当我的麦克风，皮带给我麦克风的力量。对，谢谢艾斯的口红，谢谢泽泽的麦克风，谢谢。好，太大声了，谢谢。基多拉麦克风，我刚刚没看到。谢谢好朋友的口红。いつもの道を走る電車。原来你爱唱卓文萱的歌，卓文萱的歌蛮好听的。Vlog 飞机餐，只能 Vlog 飞机餐 ，Vlog 的内容只能说，这个飞这一间联航好不好搭？对，你还没去娃娃机抓，快点去娃娃机抓。当然呢，华航台北大阪995太贵了，995没有钱。Hello 阿志 ，Hello 艾丽 ，Maybe。好きなのが不会唱，联航好像2000多，对，联航很便宜，比较便宜。Maybe， 不会唱。你赶快飞回来，你以为你开飞机？不是啊，为什么播不出歌？好，我开飞机，我没有开飞机啊，不是啊，宇宙保镖午安，为了赶快回来接机。不是啊，他在那边他想太多了啊，就一天两天而已，很快就回来啦。因为我有你，你给我的无计较原因，我一直相信笑容不需要。谢谢小五哥的看好你哦。忘不了你慌张的表情，像舍不得消失的流星，我无法相信你把我留在原地，吵着等着我想你想的彻底，就让我痛着喊着用力哭泣。谢谢瑞的托托尼，是你不管多少人劝我放弃，有时候我会很气，回忆这是你可以给我的勇气。谢谢勇哥的麦克风。 Hello 建成，我的幸福并不需要怀疑，我只
星星带你飞回来。对啊，我叫星星来载我，我叫王星开飞机来载我，就回来了啊，对不对？啊 ，Kasuke Sato， 哎 ，Kasuke Sato， 哎 ，Sato Sato， Hello。的表情像舍不得消失的流星，我无法相信你把我留在原地，叫着等着，我想你想得彻底，就让我痛着喊着用力哭泣，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不管多少人劝我放弃，有时候我会很轻易怀疑，这是你可以给我的勇气。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等待的幸福更不需要怀疑。我知道我可以一直这样爱你。牵着我，保护我，是你一直爱着我。以前去过 AKB 剧场吗？有，我去过了，大概有三次吧，看了三次公演，对，算是蛮，我算是蛮幸运的，看过蛮多次见习公演。一样的爱着你，等待的幸福更不需要怀疑。我知道我可以一直这样爱你，我永远都愿意一直这样爱你。哎，我想到了，我不只看过公演，我有上过公演呢。虽然我只有上过一首歌的时间。哎，不是两首歌的时间，谢谢小白的10000个赞。对，我有上过公演，是上过两首歌哦。详情请看阿贝玛利亚，哎，他叫什么？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有个词叫什么？有个词叫什么？壮行，哎，是吗？忘记了，反正哦，送行，对。谢谢泽村的为你转身加520。可是都是我的，是我的幸福快乐。Hello TT， 对，壮心公演，大家可以去看找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哎，哪里看得到？我不知道哪里看得到，哎，对，哎，敲到我的吉他了。谢谢益生菌的提篮捧花，谢谢。我不再回头。对，这首歌是爱夏时期的，爱奇艺看得到，老张有看到，大家可以去爱奇艺看一下。龙骑士，谢谢龙骑士的韩式花束，谢谢杨公公的指南针。Hello， 珊珊小公主。被什么人放在口袋没天空，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不止一种美丽的春夏秋冬，落叶是我的体验过才懂梦是什么。谢谢小丽有意的枫叶，最爱小丽有意的枫叶。对，我们唱了 Heavy Rotation， 还有 Enjoy Your Life， Enjoy Your Life， Keeping Up，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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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忘记了。当脚步被回忆挡着。我不谢谢 ICE 的韩式
花束，哎、欸，最近很热，真的，最近超级热。最近那个中午出去，感觉会被蒸发。对，放在口袋没天空，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不止一种。美丽的春夏秋冬，落叶是我的。体验过才懂梦是什么。大家骑车的话，要记得要防晒哦，因为呢，骑车的时候，就像有时候你骑脚踏车跟骑车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有风啊，没怎么晒到，可是那样很容易晒伤，所以你们要那个，你们要记得防晒。对，要不要叫麦当劳外卖一个小时？麦当劳外卖，你叫一下，马上就来啦。蛮方便的，最近太热都不想上班。可是你上班，可是上班的时候应该上班比较舒服，上班地方有冷气比较舒服。秋的落叶是我的，刚好下中午直播，运气不错。这个是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开车最好，对啊，开车最好。开车不会被你在冰店上班没冷气，哎，你在冰店上班可以一直吃冰啊，感觉更凉爽了，而且你可以一直就是帮自己那个拿自己的冰来吃。什么？华信台北飞名古屋，哎，可是名古屋没有迪士尼，不能去名古屋，因为我的目标是迪士尼。谢谢智的新之冠，谢谢智的新之冠。没时间吃，因为人不见啊。对哈，因为夏天是那个，夏天是冰的旺季，那你就只能看着大家吃，想象自己在吃。谢谢泽森的麦克风。最近天气有点好过头，真的，最近的天空很美，可是是那种很热很热的，很热很热的天空。对，去迪士尼记得看抽票攻略。好。打工可以一直吃电影东西吗？可以，可以啊。没有，偶尔，偶尔，偶尔。对，做错的时候啊，厨师做错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做错的拿来吃。对，点餐点错的时候也可以吃。上礼拜暴雨，这礼拜暴晴。对啊，天气真的捉摸不定。那你比较喜欢暴雨还是暴晴？我个人觉得。下一下雨还蛮会变比较凉，可是不要下太大比较好。对，好天气从夏日季节开始，果然情侣发威，谢谢大家，不用客气。转身之后，你却又抱着我，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在我转身之后，你的泪不停流。虽然心很痛，却只能说分开以后我就要分走。晴天从夏季打出一波连胜文，谢谢谢谢大家，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用跟我客气。小 case 小 case， 大家多多支持夏日小剧场系列的发文，都是我用心想出来的小剧场文哦，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不想听这段感情已经快要暂停，听我说，从今后我会一个人生活。这几天情的太过分，情的太过分。情侣不不不不不，我本人就是堂堂，不是堂堂，我本人就是正，我本人就是斤斤价价的情侣，找不到形容词，斤斤价价的情侣。对，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在我转身之后，你的泪不停留。虽然心很痛，却只能说分开以后我就要远走。
在我转身之后，你却又抱着我。谢谢智的油画蛋糕。Hello， 自伟哥，金金假假，没错，金金假假。在我转身之后，你的泪不停留。虽然心很痛，却只能说。最近练习一下狼人杀，有我最近每一集都有看，而且我是那种非常非常跟的看，就是当天播我当天就会看的那种。我最近就是狼人杀的忠实粉丝。对，下雨不要下雨 ，TB 停雨舞还记得啊？什么啊？算了，不要跳，不要跳，这种回忆不要回忆，这个就是让它留在最美好的样子。金金假假的情侣女呢与女情侣，谢谢寿喜烧，好吃吗？可是那么热，你吃得下吗？很多那么热，胃口会不好哦。天气热的时候，我胃口会不好。你吃到饱的吗？最嚣张的狼人，你说那一集吗？你说那个，你说那八九十连在一起的那一集是不是？你在说那一集吗？就是。你懂了，你懂我懂，对，我们不要爆雷，可能还有人还没看，对，我们不要爆雷，对，情侣，对，我们不爆雷，那一集好笑，但那一集蛮厉害的，哦，这狼人蛮厉害的，对。Hello， 谢谢志伟哥的口红，哎，这首歌不会唱哎，但这首歌很好听，但是我想唱歌。先上课去，拜拜。哎，这个也不太会唱。哎，这个也不太会唱。哎，这首歌会唱，会唱，这首歌会唱。Hello， 甜甜，好久不见，甜甜。那一集好笑，那一集好笑。那一集好笑，我的那个咬字这么不好，对，给谢啊，所以才会没有给谢，没关系啦，没关系，勇哥不要在意，不要在意。嗨，谢谢 Taki 的枫叶。这一片绿草地，你会知道我爱你。好久不见，甜甜。分镜隐形，无预告发生，在宇宙中某一秒的巧合。日常的路上遇见花的缘分，也是种不同简单的快乐。真美好的小时候当狼时，其实蛮容易发现。没有，我跟你说，我觉得是因为有些，比如说，他有一些人就是很会分析的那种。我觉得他们当狼的时候都比较不利于他们，因为他们没办法分析太多。可是他们，人家会觉得他们以前就是分析很多，为什么他们这一次就分析这么少？所以就会很明显吧。我觉得，所以很厉害的人其实当狼的时候就是很难，就是怎么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当狼也很厉害，那他就真的很厉害。对，不会唱打屁股，会唱会唱。泡面要泡三分钟，嗯。五分钟啦，我喜欢吃面软一点的。这首歌好好听，我下课就要唱。这首歌是 TTP 的，不是最近，前一阵子发行的数位单曲《绿草地上的奇迹》，大家可以去各大数位平台听听看哦。很喜欢秋风泽啊，我觉得秋风泽讲，就是他蛮厉害的，就是他讲的东西都蛮有的，对对对，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然后09也蛮厉害的，对，都是非常佩服的。晚餐吃什么好？五点要上班，晚餐吃什么好？现在很热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哎，我最怕人家问我的问题就是今天要吃什么，我超级怕，因为我回答不出来。Hello， 帅风风，我真的是回答不出来今天要吃什么的人。那你就吃意大利面好了。我好爱当秀的那神，好漂亮！谢谢谢谢，请大家多多支持。
绿草地上的奇迹，我也很喜欢他。勇哥跟我推一样的成员，对。啊，对啊，凉面凉面，吃凉面，泡菜凉面，感觉很那个清爽，或是你可以吃那个沾面之类的，就是那个酱是冰的那种 ，wasabi 的酱是冰的，然后把面泡上去那个，对，那个感觉很消暑，对。心里就懂得，唱到哪了？谁会一直在我身边？最怕别人回随便，我就是会回随便的人。没有，我会说随便啊，我都可以。对，我会说随便啊，我都可以。可是我是真的，我都可以。我不会说啊，可是我怎样，我是真的都可以，真的都可以，真的。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还在聊吃的，对，在聊吃的，很好养，没错，小五哥，我很好养，真的很好养，那就可以，是不是？那你就吃凉面吧，反正很热，很热，很热的时候可以吃凉面，对。哦，对啊，那个他们新广告，大家可以去吃一下。健康，哎，让我来照顾你吧，是不是？哎，是这句吗？是不是啊？忘记了。让我来照顾你吧。哦，对，关关有趣，我知道，我有看，他还蛮好笑，他蛮有趣的，不愧是，就是会主，就是不愧是主持人，对。你的比较吊，真的，谢谢小五哥。新的是什么？意大利面吗？好像是什么健康的东西，哎，有蔬菜的那种。对，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就会来了，让心存微笑去原谅我。赵哥很烂，但很好笑，没错，赵哥就是那个很会做效果的。但我觉得，哦，我说的是上一档的，有新的了，真的，我还没看到新的耶。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羽柏的狼人杀，就是我觉得它毕竟是综艺节目，就是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效果，就是有时候需要一点好笑，所以我觉得赵哥也还不错，就是孙生超厉害，孙生真的怎么样都会让人家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是孙生讲话的时候，就是你当他下一个发言的人，感觉就很可怜，因为你会被他就是影响你的情绪，对。楼君妹妹不专心看下，楼君妹妹去哪里了？楼君妹妹，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对，我是铁好那边。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楼君神推，楼君妹妹，楼君神推，我去群组聊天。好，可以。孙生的 YouTube， 哦，我跟你说，孙生的腿真的有够瘦，真的很瘦。然后他的皮肤也很好，我觉得他化起妆来那个皮肤非常好，对。最近有空看日剧吗？最近有一点没空，最近没有什么看剧的时间。对，耳机酱午安，楼君神推啊，楼君诗雅神推，无声整读下唇语，耳机酱午安，希望夏能给我一点运气，我定了感恩节的神语，希望能拿下，我帮你传送运气。好了，我把我的运气都给你了，可以的。最近日剧推荐《集团左迁》，我爸爸最近
有在看集团左签，然后有时候我看到他转到，我会可以看一下下，但我有点看不太懂在演什么，因为我都看一下下而已。对，午安。昨天还是好的，我的运气好吗？我的运气好像不好哎。根据我上次开阳光福袋的经验，我好像不是一个欧洲人。对，照你们的讲法，就是好像不是很欧的一个人。对，我好像蛮飞的。对，但是我还是愿意把我仅存的一点好运分给你们大家。不是，不是，勇哥，你不要相信，你不要，不是，我跟你说，勇哥都是有时候就这样，就是否极泰来，柳暗花明又一村。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成语？对，否极泰来，否极泰来。你有四个推，只有三张券，宵夜账。被我闹，我没有闹你，我没有闹你啊。我上次买包包也只有一张沙，什么？太难过了吧？唉，希望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好运都传给你们。去晾衣服回来了，我这个天气最不想要去晾衣服了，因为晾衣服很热。哎，勇哥，你不要这样子，勇哥，你要相信我。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个山穷水尽无一路，还有什么？转角遇到爱，转角遇到爱，相信我。对，回来了，于豪回来了。到我有闹你吗？我没有闹你吧？哎，那不是闹，那都是爱。是啊，好难种。就是这个天气哦，很快就干了，大概晒了两个小时就干了。成语很快，根本来不及读。哎，其实有时候我是在唱歌，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唱歌，没有在讲话。你要去开船了，至少啊，海风很凉。你要听 Counting Star， 看一下随机播放有没有 Counting Star。可是这种天气晾衣服比较不会臭，因为高温杀菌。高温杀菌，八包没中，你可以再买八包。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那个，你们可以跟别人交换啊。那个，可以跟看有谁拿到我的，可以跟他们交换，对吧？可以吧？应该有这个东西，你们去交换一下。对 ，Hello KK， 日月潭没有海风，可是开船不那有潭风，可能有潭风。哎，安娜有潭风。Hello 玩球，哎，玩球好久没来看我直播了。Hello 玩球，怎么都是白兔的歌？你两点上班，那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命中命，哎，是什么？看一下有没有命中注定的相遇。对，好了，等一下播完这首歌，自闭比较没有办法，弹风就是弹风啊。交换没有命中注定的感觉，嗯，我想一下，哎呦，没关系，那，我想一下哦，要怎么掰？哎呦，不用这样子，大家，算了，你们，哎，就这样啊，随便啊，掰不出来，去交换，交换的道还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相遇。每一个跟每一个人都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对，终于我看透，那我都不买，不行，你要买我的天天，我还在等你买我的天天。你并不爱我，怎么会懂我？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没兑现过承诺，傻瓜才懂温柔。难过时候还假装笑着点头。好，天天 ，I'm watching you， OK？ 天天已经是忍者联盟了，当然 ，of course， 大家都是忍者联盟的，路上所有人都是，
你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忍者联盟的，对。勇哥不行，你要买我的扇子，我被强制加入，对 ，of course， 看到的都是我的忍者联盟，也要有对方的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命中注定的相遇。我每个月都八包，虽然抽不到，又打到我的吉他，不是，就是我们要累积一下，你知道，那个人生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起伏，运气也是一样的，当你。运气一阵子低，总是会有运气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人生的新高峰。八包里面要多少张，有多少张？是，谢谢，谢谢智的眼睛夜障重，那个还有爱的抱抱，对，谢谢。的感受，你兑现过承诺，下巴才懂温柔。难过时候还假装笑着点头，你并不懂我，怎么能爱我？曾经我也以为有你我就足够，直到发现原来我不够，是你用炫耀的温柔，我好难过。谢谢思雅大师的开导，不客气不客气，下次有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再来找我，对，不客气不客气。我跟你们说，母亲节的纸笔我真的是写了超有梗的话，你们就是母亲节已经寄出去了吗？母亲节是五月是不是？母亲节是五月的生写真，六月你们收到母亲节的生写真了吗？还没，还没，是不是？是呀，午安，午安，小白，还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希望那个你们可以，那个我的纸笔，我写了非常有梗的话，你们期待一下。对，是我近年来写过最满意的梗。对，希望大家会喜欢。对，还没寄啊，还没寄，大家慢慢期待。那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很多麻友可能是时候要转台，不是啊，如果是我，不是啊，我也很想要那个，就是你们可以抽到很多我，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能转推，这个是不能转推的，大家记得只能进不能出，不能转推，谢谢，寄出就失踪，哎呦，毕竟其实可能还是有很多人。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不会把它po出来嘛，对啊，所以会就是私藏起来，对。解锁新的 face 特效，动物二，你看一下，动物二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胖丁，胖丁吗？这是胖丁吗？只能加推。对，但最近我要解释一下，讲到这个，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大家加推这部分呢，当然了，作为偶像的我呢，当然也是希望你们，都喜欢我一个人就好。但是呢，作为一个理性的金牛座，我觉得这个喜欢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都可以跟大家说 ，OK， 你们可以去加推别人，但是呢。这个真的不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一点，就是，怎么说？我想一下哦，我想一下怎么讲比较好。就是呢，我也是，我要怎么说啊？算了，反正呢就是这样子。大家最爱的还是要是我就对了。大家不可以忘记这个大宗旨，就是大家去喜欢别人的时候，心里最高的位置就是要摆我，就是这样子。对，对，我要想一下怎么说，这个怎么解释？对，但是对，希望大家可以，对，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偶像，一定都希望自己的粉丝都只喜欢自己，都只喜欢自己的。对对对，是呀，我的谢谢。嗨，你好，浪客42101147，可以加推不能转推，可以花心不能变心，没错。对，神推思雅，谢谢。对，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是真真切切的在乎着你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联盟的状哎、的心情，然后你看现在放了这首歌《樱花瓣》，是不是非常会选歌？那我左右转去找林一了，不行，盛文不行，你只能左转回来，谢谢。部长可以逐夜吗？部长，如果你可以罢工啦，但是你不可以逐夜，还没要先找到那个后继人选，对。那我大概被淘汰，加分下，谢谢小班，你在我心中是最重要的位置，没错没错。那个大家在我心目中都是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面，所以希望大家也是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第一次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哭了，没错，毕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摇摆不定的年代里面，风雨飘渺的年代，风雨飘渺的时刻，我看到了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符合我内心的话，对，所以这首歌就是词写的非常好，谢谢，谢谢写词的人，对。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对，谢谢，非常谢谢写词的人，是一个塞很多人的大平台，对，那个很大的平台，我根本不想上任，船长不想上任，那船长就，你就再找下一个你的继承人，你要找下一个也会开船的人，好啦好啦，都跟你说，不是，我是把我内心真实的想法与大家分享，对。哎，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难处理，真的就是我们大家形成一个默契好吗？大家跟忍者联盟大家，我们形成一个默契，谢谢。跟东京巨蛋一样大，跟我的我不知道，宰相肚里能撑船，有没有听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诗雅肚里能不知道可以接什么。是这样，对，不是联盟的人不用在意，哎，不是这样子啊，你要加入这个联，不是啊，你已经加入这个联盟了，大家都加入了这个联盟了，下肚子很大，不是，默契很有默契，就是默契，提议世元，世元不会想当部长的，你放心，对，看一下留言。肚子很大，跳过。思雅能吞拳头，没错。所以思雅对能加辣，没错。谢谢朱里恩的荧光棒，谢谢 Taki 的枫叶。你的真实想法很久讲不出来。不是，这是那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呢，在直播中的讲话呢，有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要好好讲，因为怎么说？因为。直播是一个马上出去的地方，就是没有回来的余地，然后而且大家都会看重播，就是让我觉得话不能随便讲，重要的话不能随便讲，重要的话要好好的讲。对，思源是工具人部长，对，扇子不怕思雅的一定会买，谢谢勇哥。对，关于直播呢，我最近觉得直播，我想一下哦。对于直播这个，我最近觉得直播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呢，像是有时候不一定每个人的留言都可以看得到，或者是不一定大家就是有时候你出现了，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你出现了。但是呢，我不是不想要看到他出现，是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真的看不到，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去。虽然说我也希望，当然就是不是不能帮自己找借口。我要变得更好看，怎么说就是变得更好看到。当然我要变得更厉害，眼力要变得更好。但是呢，我真的说这真的有难度。对，现在大家都在撞墙期，谁也在撞墙期？谁啊？谁在撞墙期？好奇、欸，对。好奇一下，对，所以呢，就是尽力，对，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我都没看到你们留言，你们就帮我多留几次，
那个你们如果没我都没看到你出现，你们就帮我那个，你们就帮我，你们就帮我多出现几次。谢谢 Ray 的真情告白。重要的话是秘密不讲，不重要的话又怕乱讲存档。开静音直播什么意思？我想一下这段话，这段话好深奥。重要的话，重要的话不是秘密，重要的话现在讲出来了。晚上来看某某台，什么？现在大家在聊什么？怎么突然出现某某的名字了？好哦，好，谢谢阿华华，谢谢小五的玫瑰。梦纯是美妆主播，哎，梦纯真的是蛮会化妆的。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谢谢小明的口红。静音直播用手语爆雷也是一样，什么意思？静音直播，谢谢爱死的真情告白，想聊下什么？聊天室每被看到都很日常，没查失落感。谢谢天天。谢谢天天，谢谢杨公公的荧光棒，直播要变好看哦，不是我本人变好看，我说的是，不是我本人变好看，是直播的内容变好看，不是我本人变好看，我本人就是现在是胖丁的脸，胖丁够可爱的吧，各位，谢谢人豪的口红，对。现在本来就很可爱，直播久了会没什么内容。对啊，直播，而且直播，对，直播就是一件，也是一件蛮深奥的事情。直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本人够好看，不是，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这样说，我说的是我那个胖丁特效变让我变可爱了。对，哎，小溪，小溪午安。小溪好久不见，给你满满的示爱，不会空虚，对，不会空虚。牵着手，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要先说出你所有感觉，尽管在只有自己的世界，温暖太阳为你迎接。哦哦，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你也在吃土耳，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就是经历这个阶段，对，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谢谢。你是不是要我们这样夸你？没有啦，没有没有。当然，大家如果想夸一下我也是可以。谢谢小白的荧光棒。小溪，小溪怎么了？我看一下小溪刚刚留了什么。昨天刚过完生日，生日快乐！昨天过完了，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已经过了，可以唱吗？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已经过了，祝你生日快速版，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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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Yeah, 生日快乐！诶。谢谢谢谢果全欧追踪，哎，谢谢泽村，我在现场，哎，谢谢土豆证人证人，我生日的没有，好好好好，你什么时候生日啊？你生日的时候再来找我，我在唱生日快乐歌给你听。Hello Secret， 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哎，谢谢泽森的真情告白。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谢谢 Taki 的枫叶。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去做一件新加坡 TTP， 真的新加坡 TTP， 你要引领新加坡 TTP 粉丝的风潮，让那个新加坡粉丝人手一件新加坡 TTP 粉丝衣服。对 ，Hello 星儿，宁静的夏天。的夏天，新衣服的灵感，新衣服灵感，我觉得新衣服，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没有什么美术天分。Hello 特雷佛系，我想一下，就是走一个 Q 版可爱风好了 ，Q 版可爱风，对。的你，到你家那一天，摇曳睡了。工具人要罢工，都还没用到他的工具人，他就要罢工。他都还没上工，哪有罢工？还没上工的人不行罢工。要安静的睡了，在我还没。怎么还没？怎么那么久？卡哥，卡哥，不爽，卡哥，这是会睡着的滤镜。对啊，大家听我唱歌会睡着哦。讲没有，卡哥，不爽，卡哥太久了，哪有人尾巴那么久？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无间？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只是静茹前辈，对不起，是我的错，静茹前辈。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Hello 魔吞 ，Hello 轩轩 ，Hello 风筝。Hello Danny， Hello 新慧，谁给你勇气卡哥？金如姐给我的，谢谢安迪的口红，谢谢楼君的人气便当，谢谢楼君，谢谢楼君，你要记得吃便当哦。谢谢 Hello 小鱼婷。啊，副歌来了，不好意思，要画二代替了，画二代替，要副歌来了。我多想找到你，轻碰你的脸，不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流泪之前保管你的泪。唱这首歌好像大家真的会睡着耶，我是不是考虑换一首歌？谢谢塔瓦哥的学生证，我是学生塔瓦哥。我跟大家说，我最近就是遇见一个蛮伤心的事情，就是我想要买那个行李箱，然后那个我就看到一个行李箱的官网有办一个活动，就是只要有学生证，只要传学生证的照片给他，就可以获得那个七五折的折扣嘛。但我没有学生证了，我真是最近难过了一波，觉得啊，果然学生证还是很有用处。谢谢塔瓦哥送我一张学生证，谢谢。先去忙了，
拜拜泽村，谢谢泽村在群组，在群组什么？我们在聊哦，好好，学生证借你，可是我没有胡子，你的学生证，你学生证照片上面有胡子吗？谢谢船长的枫叶，拿高中学生证，学校没拿回去，可是他不会就是检查说你那个学生证的那个注册章有没有改啊？对啊，叫那个我叫其他学生帮你买。对，其实我有想过，我借一下学生证就好了。对，我借一下就好啦。我真的太正直了，我真的太正直，诚实少女。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学生证没胡子。不是、啊，我那个啊、哦，很少有检查的。可是那个你买电影票的时候，难道那个服务生不会检查注册章吗？我就想说会，我会自己会。蛮心虚的，你上面没盖注册章，怎么可能？现在学生证不盖注册章吗？因为我的学生证有盖注册，就是有要注册章的、欸。什么？现在不盖注册章？为什么？现在不盖注册章？为什么我那时候要盖？对啊，他们会检查、欸，他们会翻过来检查，所以好像还是不行，不能这样子。对，Hello， 喷火龙。通常都随便看，通常不是啊，我会心虚，我会心虚。长得像学生，没带没擦，他们不会让我过吧？反正不行啦，我就是一个正直的人，都只盖第一学期，真的。搞什么东西啊？不行，要盖要盖。我们学校的悠游卡学生证没有盖注册章，为什么可以不盖啊？老一辈才有注册章。哎、欸，怎么阿志？对，老一辈，我也有学生证，没有章。哈，你们的什么没有章？没有，我也有学生证，可是我的注册章盖啦，所以我就是已经不是学生了。为什么？你开一间边缘人大学，所以现在学生证不用盖章哦。真的太不公平了，那就是这个不公平啊，这个不公平，不能这样子。那你们去看电影院，电影要怎么检查这个有没有过期？你们要怎么检查？那电影院的服务生就不能检查嘞？早知道这样，我就传照片，我就传学生证照片给他看呐、啊，一张学生证，硕士补发找到的，是呀、啊，欧西证。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好，这个好。你的又盖章是吧？继续用。可是你们知道那个毕业之后，你那个学生证，它就会没有学生悠游卡就没有学生优惠。我的都没盖，还是我学校的问题。我的真的有要盖章，不是啊，是我学校的问题吧？看脸够不够像学生。但我自己觉得我会心虚，所以我有点不准。对，哎、欸，怎么已经两点了？怎么没人提醒我已经两点了？等一下，怎么已经两点了？我们离校申请，啊，不会在学生证外面注记？为什么？这是时代不公平。楼君拜拜，思雅很够。楼君拜拜 ，Hello 玉伟，谢谢玉伟的 Love You， 人的问题更大。你又看到红包，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欸，怎么？现在那个已经两点了，我先念一下排名，谢谢。预备，开始。晚上十二点才需要提醒，你们不提醒我，我会直播到五六点之类，搞不好。妹妹的卡片还整合一堆功能，妹妹的什么都卡片，都卡片是什么意思 ？Hello。甜甜 ，Hello， 水果教主 Jeff， 好，等一下，我要先那个念排名，对，预备开始。第二十名是船长，然后第十九名是柠檬，十八名是 Miso， 十七名是玉伟，十六名是膝盖帮的。夜风明月，十五名是耳机奖，十四名是朱莉安，十三名是信婷，十二名是苹果猫，十一名是杨公公，
第四名是傅伟哥，第九名是心怡，第八名是益生菌，第七名是艾斯，第六名是龙骑士，第五名是瑞，第四名是小白，第三名是志，第二名是勇哥，第一名是泽泽。啊，气很长。那你到十月底自动转了吗？对啊，他会自动转的，不敢。Hello 北原神推，精神时光屋，勇哥到，谢谢大家。已经两点了，念榜表情很生动。你知道，其实我念榜的时候，我看不到自己的表情，所以我都不知道我的表情到底长怎样。对，希望不要太丑就好，希望是美的。对。谢谢人品君追踪我，谢谢。我没用过优卡学生证，不过优卡学生证还蛮方便的啊，有学生优惠。就是胖丁，哎，胖丁跟我今天穿的衣服是一组的，你们知道吗？都是粉红色。我今天就是金金架架的胖丁，今天是金金架架的胖丁，大家，瘦丁，我是瘦丁。大家好，我是瘦丁。Hello 柯南 ，Hello 小草，截图回报，谢谢截图，我再来看一下。500cc 你好，很大很高追，谢谢小五哥。以后改名成，我想以后改名成膝盖七耳帮，不行，勇哥你不能改名，你不行改名，胖丁啊，我是瘦丁，不用找麦，勇哥就只能叫这个名字了，你不能改名了，勇哥，39公斤的声音，肚子很大的胖丁，没错。胖丁不要唱歌，观众会睡着。瘦丁唱歌，观众不会睡着。对，我是瘦丁，不好意思。好了，已经2:08，我要那个结束直播。再唱一首歌吗？我想一下。午安，不批准，对，不批准，勇哥不批准。瘦丁，对，我是瘦丁，不批准啊！哎，是什么歌？好，唱一下这个。雪梨小宝贝。对啊，不批准，不批准。他让你憔悴许多，他让你不知所措，他一举一动你不停地对我说，我微笑倾听你说，我却越听越心痛，怎么你说的不是我，他比我多了什么，让你愿意耐心等候，我想知道他让你痴心是什么，我想知道他让你疯狂为什么，我知道做的和他没有不同，但是我却不在你心中逗留，我想知道他哪里比我好很多，在你心中他和我有什么不同。 Hello 小米，不是星亮，留着忍者联盟，对啊，给我留着哦，很凶，给我留着哦，勇哥。10月2:30要罢工，不批准罢工， Sorry。你让我不知所措，你一举一动我的心被牵着走，他不经意的走过，你却把我给淹没，嫉妒把我给吞没。下播补个妆，好，补妆。愿意耐心等候，我想知道他让你痴心是什么，我想知道他让你疯狂为什么，我知道做的和他没有不同，但是我却不在你心中逗留。谢谢小白的贵
烛荧光棒。好很多，在你心中它和我有什么不同？我知道我比他付出的还多，可是我总换不了你的心动。Yeah, 谢谢阿富的荧光棒。比我好很多，会让你心动。我知道我比他付出的还多，可是我在你心中没有他多。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下个礼拜见，下个礼拜是什么时候直播？下个礼拜是，忘记了，等我通知。下礼拜见，波波，波波二华华，礼拜一，是礼拜一吗？不确定，忘记了。二华华拜拜，老张拜拜，国师拜拜，黄鱼拜拜，柠檬拜拜。把十元生成神推，不行，船长，神推是我的，不行，北原神推，拜拜，拜拜海豚，拜拜阿凯，拜拜宇豪，拜拜小白，谢谢小白的再见刷油，拜拜龙骑士，拜拜心如刀割，拜拜 Martin 天天，拜拜，拜拜 Ray， 拜拜小五哥 ，Goodbye 小五哥，谢谢小白的再见刷油。益生菌拜拜，谢谢益生菌，下神推，谢谢益生菌。智拜拜，人品君拜拜，人品君下次常来看我直播。杨公公拜拜，小丽友谊拜拜，最爱小丽友谊，每次忘记念最爱。鱼尾狮拜拜，船长拜拜，勇哥拜拜，心雨拜拜，爱斯拜拜，不生气了，爱斯拜拜，二一大叔拜拜，子阳拜拜。桃花哥拜拜，土豆拜拜，嘉阳拜拜，谢谢瑞的再见刷油，撞到吉他，太软了，蔡欠了什么？我是看错字了，上文拜拜，上文不可以左转哦，右转谢谢，小明拜拜 ，Taki 拜拜 ，Lolly 拜拜，爱海九九拜拜，杨公公谢谢杨公公的再见刷油。伊法 ，Hello， 伊法，阿华华，阿华华，拜拜，樱桃猫，拜拜，易斐，拜拜，咕噜噜，拜拜，滚动九号，拜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大家拜拜，轮到你了，日剧看一下。好，轮到你了，我记起来了。苹果猫，拜拜。轮着 Taki， 拜拜。天天，拜拜。东东拜拜，以真拜拜，风亮拜拜，鲁鲁米拜拜，柠檬拜拜，天天拜拜拜拜拜拜，好了大家拜拜，拜拜一号，拜拜大家。谢谢大家来看我直播哟，拜拜，空空拜拜，小白拜拜，好了拜拜，我要关掉了哦，拜拜。